咱绝对哦是上幸福的一个伙啊。先坐。不好意思啦，我妈吃药的时间到啊，我要去提药给我妈吃，谢谢啦。老公，现在就谢了。跟踪狂，我今嘛在咧弄阮家大门。可以吗？你的真命天子，只会当是我。我要把所有甲你哥哥伫咧查某人全部害掉。可以吗？我就惊伊会冲入来，你敢袂当教我今嘛要安怎？小雅啦，就想讲，唔知影迄天我给你的衫，到位啊，对你是不是有帮助？你试看卖。
谢你，多谢你有想到我。这一日拢歹去啊，明天哦要先来替你换。我不是挑故意，我们是后来才知影，原来你是小白兔。是嘞，是我不好。我真正足欢喜的，我会当看到你。你袂怪我？是白鸟。白娘，伊陪伴我，就这日子，我无自信的时阵是白娘陪我，我做工课做啊就忝，就想要哭的时阵，嘛是白娘来陪我。啊，哥，我甲我姊妹破冤家的时阵，嘛是白娘陪我。我一个人追剧。最后就想无，就想要哭的时阵，嘛是白鸟陪我。只有白鸟，伊是真正了解我，我所有的痛苦、甲快乐，所有的代志，只有白鸟伊知影。小白兔，我嘛是。小白兔一直是我的缪斯女神，我画图画到无灵感的时阵，才想到小白兔，我就感觉我会当继续熬夜画设计图。我的生活最艰苦、最无助的时阵，就敢那小白兔会当让我会心一笑。原来你真正是飞鸟，不怪我跟你相处的时阵，我也感觉就自然。不怪我对你有心动的感觉，原来我早就认出你啊，只是我自己不知影。其实大家帮你一个人，拢足艰苦的。来不及，我来想你，你嘛赶快来想我。当然了。所以不是我家己，不是我家己自作多情。当然不是。小白兔，来考啊，来给我考。我是林美艳，你不是飞鸟，你是黄玉生，你是我的闺蜜，闺蜜好帅。就算不是飞鸟，还给我小白兔嘞，哪呢？我黄玉生还给我林美艳，那感情要哪算？我不知啊，我刚才我袂当反背我的姊妹啊。魏云是我上好的朋友，你是伊的红婿，咱两个人袂当做伙。阿念，我问你，
为什么天公伯爱让咱拄到对方，搁互相伤害？我拜托你一秒钟，我无想要挽回你，我也无想要讨厌我家己，我拜托你走好无？走啦！走啦！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咱两个人是不可能。普通的朋友嘛，不可能。普通朋友，咱大家开讲，无讲句句啊话，就知影互相心内底咧想啥。我从来唔捌甲任何人玩的心有灵犀啊！你根本就是我的soul mate，我无想要失去你这个朋友。soul mate。阿云啊，嘿，我是摕钱款单要给医生签的，我帮你跟签签的。哦。阿青，哦，老公你是早起爬富士山区才搬遐尼侪芳水哦？无哪有，我本来就惯是安尼啊。哦，你跟签嘛。哦哦。阿玲拄只开会有顺利无？挺顺利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感觉安迪副总对冬雨哦特别关心，因两个敢那怪怪。你嘛感觉？我之前就发现啦。哦，跟你讲哦，你敢不会记得之前冬雨卖迄商办的代志？嗯，伊讲是老客户牵的线。后来我发现哦，买商办的金主是安迪副总的朋友，所以讲这个业绩一定是安迪副总买给冬雨。伊是安怎袂甲咱讲啊？我嘛唔知影伊是安怎去骗咱啊！而且我之前哦，有发现伊跟安迪副总两个人行到足歪的，有讲有笑，态度足暧昧的呢。所以你怀疑安迪副总甲冬雨？无可能啊！冬雨不是要甲紫薇结婚啊？哦，那有啥物无可能的？结婚的人拢会当外遇啊！搁再讲因两个人还袂结婚啊？嗯，我陈某啊，恁豆豆讲啊，我先退去卫生间倒。再见，再见。其实我嘛感觉玉生最近怪怪的。早安。玉生雄雄走出去，就我才回来。我感觉，魏云，敢是知影啥物啊？魏云，你放心，黄玉生也是对不起你哦。我头前唔帮你算。你是讲啥啦？我是讲。我感觉是不是因为我妈雄雄走来大，还佫知影我囡仔无去的代志，啊，玉生家捡我妈咪，才偷偷走出去饮酒啊？还是安尼哦？无你也准讲我有小三了？好是，我有恁这好闺蜜收听，倒一个无洗目睭的，佮手温红，恁三个绝对佮拍对无？对啊，对啊。今日敢若个会当让我因发现我敢未言有暧昧啊？全身躯的细胞就要死了了啊！搁安尼哦，早暝变干，我是好爱我因就好。爱我，我爱美，不是，我哪爱美颜呢？我因为怕死我，我爱美，我爱美。